给您一秒钟的时间，任凭想象驰骋。假如您是自由的，能自由地选择你理想的生活，那将是怎样的生活呢？你会住在大城市，还是小村庄？你想从事生产劳动，还是创作事业？周日时分，想在乡村闲逛，还是去沙滩看海？假如您的选择是无拘无束的，哪些将是您的最爱？品尝美味，休闲养生，静思冥想，捕捉灵感，还是体验群情激荡，参与互助团结的运动，还是令人振奋的集体项目？想要丰富经验，还是亲身体验？渴望分享激情的瞬间，不要再迟疑，因为在这里，我们知道自由的价值。在这里，您可以随心所欲。在这里，自由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成果，因为您必然记得，这里曾是我们赢得自由的地方。